大家好，我的姐妹二来，全新英雄诸葛亮，还有全新魂器，先手持的造型，未演的单人约会剧情。来吧，好，这边。欢迎各位加入好友，没上的我就直接砍了。首先搜索原助战士吧。听说新增的诸葛亮，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做一下诸葛亮好了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介绍新角色的人。在哪儿啊？我应该会大尖叫吧？诶，他不属于最下面的，怎么可能啊？不可思议耶！靠，不然他是哪一种的？所以他是哪一种的？真五星五星的吧？怎么可能啊？太扯了吧！算了算了，所以是谁啊？好吧，反正我们角色又不止他。来，貂蝉的甜心宝贝。哦，貂蝉的甜心宝贝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这五他的一个属性加成。那跟他下面显示的样子哦，非常的漂亮哦。这个也是貂蝉的最新造型啊，甜心宝贝。然后我们去签到呗。这边的话都稍微看一下吧。好，这边有一个迎春季的活动内容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所以今天这集的重点哦，貂蝉的最新造型，还有新春大红包里面的东西。那就是这一包购买，就是说里面有这些奖励，大家参考一下吧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来抽一下宝可梦，不是、啊，我们抽一下宝可，不是、啊，我们抽一下 Collector 中会。靠一场竞技吧。哇，两次都是中会是怎样啊？新角色不会惊呀、啊。我们现在都已经五星角色，四星角色对我们来说根本就跟菜一样。不是啊，我们现在应该都五星角了吧，对不对？我只能跟各位讲，文州西就是爽。然后等一下打一场经济好了，应该也不用。我稍微打一下好了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今天就要就要这两个。哎呀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，赢就好了，我要继续挂下去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不要死。靠，他在干哟！哇，谁在晕我嘞？哦，他好吵哦！哎，等一下，他的叫声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他是你要 gay ！Oh my god！ 受不了喽！
今天就玩到这里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